基本形态。首先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咏春拳的基本形态。一、打法。转马更打，右摊手预备，右脚向右后撤步，右手斜砍，左手冲拳。二、步法。错步，两脚前后开地，右脚上步，以右脚为轴转体。三、拿法。错步拿臂，两脚前后开地，右脚上步转体，两手向斜下方横拉下压。错步反拿肩，两脚前后开地，右脚上步转体，右手外旋反拿，左手向前推按。四、靠法。更手破牌掌靠，左手中预备，双手向斜下砍击，右脚上步的同时，两手掌根相对向前推击，正掌破牌掌靠，右手中预备，右脚上步的同时，两摊手变正掌向前推击。双横掌破牌掌靠，右手中预备，向内双圈手，右脚上步的同时，两掌根横对向前推击。五、肘击法。右手中预备，右脚上步的同时，左掌横拍，右臂曲肘顶靠。六段单练套路，现在请完整的欣赏一遍六段单练套路。现在请看六段单练套路第一小节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六段单练套路第一小节分解教学。抱拳礼，并步直立，二字前仰马，右摊左扶，右正蹬腿，圈腿
侧蹬，前仰马，磨手，破排掌，更手，破排掌，双圈手，双横掌破排，拍手右肘靠，右转，拿臂，上步肩靠，右上马右冲拳，圈腿退马摊打，左上马摊打，左上马摊打，双离手，二字前仰马，现在请看六段单练套路第一小节动作要点提示。右圈腿侧蹬，圈腿与侧蹬衔接紧密，保持重心稳定。更手破排掌靠，上步与掌靠同步，双掌汇集中线，沉肩坠肘，右膝向前顶靠。现在请看六段单练套路第二小节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六段单练套路第二小节分解教学。右绑左扶，左磨手，右内门扫腿，右掷腿，右捆手，右退马，双摊手，左退马，正掌破排掌靠，双摊手，左退马，转马更打，错步反拿肩，退马手中，拍手掷腿摔，退马枕手，退马枕手，退马枕手，双离手，二字前仰马，并步直立，抱拳礼。请看六段单练套路第二小节动作要点提示。错步反拿肩，转身与双手拿带要同步，拍手掷腿摔，两手拍推与掷腿要同步，六段对打套路。现在请完整的欣赏一遍六段对打套路。现在请看六段对打套路第一小节完整示范。
现在进行六段对打套路第一小节分解教学。抱拳礼，甲乙并步直立，二字前仰马，甲右摊左扶，乙右膀左扶，甲正蹬腿，乙左摩手，乙扫腿，甲圈腿右侧蹬，乙右掷腿，甲右圈腿前仰马，甲摩手破排掌，乙右捆手右退马，甲更手破排掌，乙双摊手左退马，乙正掌破排掌靠，甲双圈手，甲双横掌破排掌靠，乙双摊手左退马。请看六段对打套路第一小节动作要点提示。甲右正蹬腿，乙左摩手，乙向下抹带，控制甲右摊手与右蹬腿，乙右内门扫腿，甲右圈腿侧蹬，甲借乙扫腿之力绕蹬乙后腿，现在请看六段对打套路第二小节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六段对打套路第二小节分解教学。甲拍手右肘靠，乙转马更打，甲错步拿臂，乙反拿肩，甲上步肩靠，乙退马手中，甲上马冲拳，乙拍手掷腿摔，甲圈腿退马摊打，乙退马枕手，甲左上马摊打，乙退马枕手，甲左上马摊打，乙退马枕手，甲乙双敌手，二字前仰马，并步直立，抱拳礼，请看六段对打套路第二小节动作要点提示。甲错步拿臂，乙错步反拿肩，甲乙顺对方拿势转体，舍己从人，变被动为主动，甲上马冲拳，乙拍手掷腿摔，甲以最短距离向中线冲拳，乙掷腿与右掌发力同步，六段拆招。首先请完整的欣赏一遍六段拆招动作。摩手拆招，圈腿侧蹬拆招，更手破排掌靠拆招，
正长破牌掌靠拆招。双横掌破牌掌靠拆招。拍手左肘靠拆招。转马更打拆招。错步拿臂拆招。错步反拿肩拆招。拍手掷腿摔拆招。现在进行六段拆招动作分解教学。抹手拆招，乙登甲胸，甲左抹手，圈腿侧蹬拆招，以内门扫腿，甲圈腿，甲侧蹬。更手破牌掌靠拆招，甲左摊右冲，以左绑右摊，甲更手带偏乙，甲破牌掌靠。正掌破牌掌靠拆招，以外门双推掌，甲双摊手，甲正掌破牌掌靠。双横掌破牌掌靠拆招，以内门双推掌，甲双圈手，甲双横掌破牌靠。拍手左肘靠拆招，乙冲拳，甲拍肘靠，转马更打拆招，甲冲拳，乙拍肘靠，甲转马更手冲拳。错步拿臂拆招，甲冲拳，以更手冲拳，甲错步拿压肘臂。错步反拿肩拆招，甲冲拳，以拿臂，甲错步反拿肩。